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董今朝我来到了虹口区的回民路。回民路原名叫北开二路，1943年汪精卫政府收复珠江以后改名为回民路，一直叫到今朝。那么我辣回民路高头看到有交关老房子，据说是老早犹太人住过、蹲过的地方。好了，那么阿拉等一下去一道去看一看，了解一下搿段历史，好吧？那么话不多说，就跟往我的镜头出发。现在我辣辣回民路、灵动路附近哦，搿搭一片呢，我发觉有交关老房子，而且那个老房子，蛮有特点的。我觉得应该用镜头啊，拿伊记录下来。都是红墙黑砖，非常的漂亮。据说好像老早是犹太人住过的。哇，搿房子老漂亮了。今朝呢，我来到了虹口区地雷桥。搿一段回民路，为啥叫回民路呢？据说是因为山东滨州有个回民园，所以讲呢是因此而得名。回民路虹口区搿搭一段呢，有交关个住宅老建筑，也算得上是回民路的比较老的片区。1933年到1941年两转的辰光呢，大约有近30000名犹太难民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上海。日本人当时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理由设立了隔离区，对伊拉的行动呢加以限制。隔离区的范围呢，西起公民路，东到通北路，南起回民路，北到周家嘴路。当年啊，将近有1.8万的犹太难民居住了辣搿搭。当时辰光，上海真正成为了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。犹太难民辣辣上海民众的帮助下头呢，维持着生计。有的人呢经营个面包店、咖啡馆或者是商店，还有一眼呢是建筑工人、教师或者医生。辣辣犹太人被纳粹军阀屠杀、驱赶而流浪于世界各地之时，辣辣中国啊，犹太人得到上海人民的保护。以色列女总理拉宾讲过：“我得知以色列人民及政府从内心深处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。”那个辰光啊，上海是伊拉真正的避难所。印象当中，犹太难民主要是集中辣辣霍山路、舟山路附近。咁么，对搿条回民路呢，探知比较少。其实搿条路的保留呢，还是比较完整的。回民路呢，曾经也是犹太难民主要的上海居住地之一。好了，那么阿拉继续往回民路的前头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这房子老早这个倒，我看也是1917年的房子嘛。这个倒不晓得了，人家倒的。啊，没在网络高头有。哦。啊，不是这条路。100年有了啊！搿下趟会得拆伐？搿种房子？快了。嗯，两年里向。嗯。但是搿小区我看，好像还是改造过了，搿里向。小区是已经哪能改造过了？哦。我是哪块了？哈哈。搿搭好穿出去对伐？就讲没关没好穿的，就讲关脱嘛也不要紧的。上边这商场好穿出去。好，想弄啊，想弄。穿过前头的弄堂啊，我现在来到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搿搭。葛末搿搭呢，老早是上海西木会堂的旧址，也是犹太人登了上海主要的活动的区域之一。等一下呢，阿拉再往舟山路方向去走一走看看，埃面搭呢，老早犹太人住的房子啊，特别多。
好了，葛么今朝视频就拍到搿搭了。假使讲大家对我的视频有兴趣啊，可以登了西瓜视频下头评论区进行留言评论。葛么阿拉下期再会啦，拜拜。